请到的两位回答这个问题的都是在学的同学，对，他们学英文呢是这个好像应该很比较轻松，也是我们正常的那个课程之一。但是这个说起这个语言呢，学起来其实很困难的，尤其年纪大了之后呢，要再学语言是不太容易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邀请到很多阿公阿嬷呢，他们还是非常的很好学精神。对，现在才开始呢学英文啊，这个老师呢也非常有耐心。今天要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展示一下他们说英文学习的成果。哎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哎，我们先请这个老师吴凤梅小姐来跟我们介绍。欢迎吴老师来。要一下这个，像这么多年纪比你大的这个学生说英文呢，在你这个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？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啊，现在学，三秒钟后就忘记，这是最大的差异。对，记性很差，他们常跟我说啊，老师你在台上讲什么我都听得懂哦，但是我一走出这个门口啊，我就忘记了，什么都忘光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困难。那也没有，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也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的。欢迎他们，你几位也到这边来欢迎。我要请教你几位的长辈啊，这个你们这个为什么会想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学一种语言，是打发时间还是自己的兴趣？第一，打发时间是。第二，哎，出国观光不会丢掉啊，会丢掉。其实丢掉你捡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是你们最大的这个用意在这里。是。那你们籍贯大部分都是哪人？你是哪人？我是台北县。台北县，您呢？我台湾人。台湾人，这位先生呢？也是呀。哦，您呢？河南。哦，河南人。哦，国语说的很特殊，那说英文一定更有意思，但是有特色啊。但是今天您这个到节目来，听说叫成果的验收，一下哎，要验收，说一说。对，每个人就因为时间节目的关系啊，我们少说两句。对，少说两句哈。那有兴趣的呢，就是请电视机前的阿公阿嬷啊，年满60岁啊，然后涉及台北县、台北市都可以报名参加，是免费的啊。好，59岁开始。啊，对啊，59岁还不能参加。哎，59岁不可以。那个说清楚，让老师有面子，不然回去要打屁股了。对，回去要打屁股。每个人要讲好一点，来，就你先。First, let me introduce myself. I am your son. I am a student of Evergreen School. I am here learn some English conversation for travel.Traveler, yes. My name is Sherry. I like burger. Very handsome. Yes. My name is Zhang Changchun. I very like Changfang Chuji. Changfang Chuji is a BSD program. I'm very glad to see you. Me too. Mr. Mr. Bagua and Miss Yao. Miss Yao, yes. I've seen this program for a long time. This is a good program. Yes, very good. Very good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ello, Mr. Yao.Miss Yan and Mr. Bagua, I'm so good to teaching you. My name is Yu Yan Yao. I like English. Grammar says, living to New York, learning to New York. So I study English. 国道了，学到了。
Melody. Yes, my name is Melody. I am studying English every day. Yes, she studies. I like Chang Bao Zuki. Yes. 好，从这里看来呢，我们非常感动啊！那几位这个长辈呢，学英语学得非常的辛苦，所以电视前面的小朋友啊，还有学生朋友啊，应该赶紧啊，努力的学习啊！我们在这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强化助理。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段非常有趣的影片，叫做《化腐朽为神奇》，来，请看。